close 啊，我们好 close 啊，好 close 啊，好 close 啊，飞吧，有没有这个样子？勾炫全年出动 ，Yes sir， 回归啦！我们辛苦了三个月的这个勾炫，如果没有朋友，我们这次可以去玩啦！哇！之前就看到大家很压抑嘛，就是瓦班上面的人很安静啦，然后班 Map 的又很安静啦，冷静这样啦。这一次终于可以释放自我了，我们要去当 Monkey Cannabis。我就一次跟不要出发这样子，我们看啊那个 Kristen 可以撑多久，快点开他讲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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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只有大自然，只像 Scotland， 你看旁边都是山。是啦，华总全是 Scotland 的由于游戏内容无法透露，先来看看 MC 们的沉浸式体验。实体的鬼屋还要更刺激，真的呀！虽然他们真的碰不到我们，可是我觉得还是很可怕。而且画质细腻到那种，因为我们的枪不是有那种灯吗？照明那些实体都，它的那个调色都很明显，你知道吗？超厉害的！他连我们的角色也很逼真，因为啊，高度，你一下到的时候，我是看到你原本是那种啊哈，很帅。那个机器人是欸，很厉害耶，很真，真的超级厉害，一定要体验一下。真的，好奇我们的成绩。设计来讲，可是设计哈，因为你们死了扣掉了，可是我看看设计最高的是一样没有变，就是 Max 一百。耶。第二高是115，你们觉得是谁？九。我觉得九。Kristen 在荧幕里面看到了啦，那自己84，这我就没有看到了。你觉得不可能 broccoli？ broccoli 不可能。我跟英雄救美超级多次的，是吗？他们挡了很多的吗？哪有你要挡？你负责好吗？我射错，我也是，他是讲师。84 broccoli， 哇，居然是你。74，我们看谁垫底。你们觉得是谁？我觉得其实是应该是 Kelly， 因为那两个负责喊。我十三次嘞，十三次应该被扣很多分了。扣到这个零哦，是。所以他本来是200多的，一直扣扣扣。只有两个，一个57，一个45。45，莹莹是45。我应该是45。莹莹。57，哎哎，我在干嘛？肯定射多，我射很多嘞，你那个喊的，我没有射到王斌了，我以为我射到王斌。
凝事件，你看玩到多么的夸张！哇哇哇！流血事件，流血事件发生了，到底是谁打到你这样？我也不懂，他没有死过。是啊，一直吓死我们。逼来的啦，来来来，开玩笑啦！刚刚有看到那场地那么的空旷，就知道哦，大家都在安全的范围玩的。然后你看现在风很大，也不影响我们，我们还是依然会继续去挑战的。接下来要去的就是空客印度 Extreme Park，Let's 空客。我们又再次破了新的记录，最慢记录92秒，一慢还有一慢慢。来，现在玩你可以玩的东西。我终于可以玩了。由于营营体重不达标，所以只能玩特定的游乐设施。OK， 准备。OK， 拉着，不要放手啊！不要放手，不要放手。吓死宝宝了！越好玩越好吃，真的，越来越好吃。
拜拜。